亲妹妹啊，今天呢啊，上午主日聚会啊，我们分享的啊，神呢啊，他的应许是要我们蒙福心肾，蒙福心肾。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教导。我们信的耶稣啊，第一是灵魂得救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与神和好了啊，与神亲近，建立关系了。我们神的孩子，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灵魂得救了，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第一啊。第二是什么呢？第二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是信耶稣之后第二大祝福。所以耶稣受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，这解决的是疾病的问题。耶稣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解决的是罪的问题。哎，你的罪被赦免，被洗净了，你得永生，你灵魂得救了。那么第二大祝福就是你承受神给你的健康。耶稣受鞭伤，你得了医治，阿门了。所以今天你信耶稣，你是蒙福的。如何蒙福？得永生呢、啊？灵魂是不是身体得医治得健康啊？这是第二大祝福。第三大祝福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三大祝福就是财经上的祝福。财经上的祝福，耶稣受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疾病的咒诅、贫穷的咒诅、死亡的咒诅。所以今天我们信的耶稣，我们从这些咒诅之下和释放。今天我们是承受永生的祝福、健康的祝福、财富祝福，阿门。那你这就是灵魂兴盛、身体健康、凡事兴盛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信耶稣蒙福，得永生、得健康、得富足。所以，任何你去看真正敬畏神的家庭、信靠耶稣的家庭、民族、国家，他都会往这方面发展的。阿们吗？诗篇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，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管是家庭、民族、国家，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、为我们的主，我们是有福的啊，我们是有福的。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也不缺，如果你缺好处，是因为你不明白他给你的旨意。如果明白他的旨意，你啥也不缺，阿门，是不是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就是我们看到啊，你信耶稣蒙福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信耶稣得富足、得兴盛、得丰盛，这是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你明白神的应许，你接下来你怎么祷告，你就会有信心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的经文啊，然后我们呢为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和祝福啊。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十九节啊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：“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”阿门。这些经文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啊，这就是我们经济上蒙福、有供应、神赐福给我们的保障。阿门。不管环境如何啊，行情如何不好，不要看这些，只要看神他给你怎么医治。就关于医治也是这样，不要看疾病如何、症状如何、感觉怎么样，只要看神的话。耶稣受鞭伤，你得医治，你是健康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叫把你的眼光转向神。什么是把你的眼光转向神呢？到底啥意思呢？你在那里唱着歌，把你的眼光转向神，是不是？
但是什么意思？即使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把我们的眼光，把你的眼光转向神，意思就是说，把你的眼光转向神的话，转向神的话，神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你怎么转向？但是你有了神的话语，那就不一样了吗？你的眼光转向神，就是转向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的？你怎么相信嘛？所以你就不看环境，不看症状，不看问题，是不是？你只看神的话，只相信神的话，只思想神的话，只说神的话，啊，那这叫怎样？这叫把眼光转向神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经济上呢，财经上也是这样啊，你不要跟着世人一样说啊，这几年行情不好了啊，疫情原因呢，我们都啊这个生意不好做了，这个整体的经济都是低迷的，都是行情，他们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作为神的儿女，这是属世界上的行情，经济萧条，经济低迷，经济不好，这是世界上的。但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不属这个世界的，说这话干啥？我们是天国子民，天国子民，我们是有天国的语言的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天国的神今天赐福我们，我们的经济行情不是照世界的标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经济行情，我们的这一切的语言是照着神的行情。照着天堂的行情，照着天国的行情，阿们。所以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说天堂的语言，天国的语言，照着神的行情，照着天国的行情来说话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与众不同，与世界完全不一样。你活出来的是来自天上的祝福，天上的供应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是天上的行情呢？什么是天国的语言，天国的这个经济行情呢？这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重要性。这里说，他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丰富。叫荣耀丰富，丰富就是供应，就是大量的丰富的供应，是不是？荣耀的是超过你想象的，是光辉的，是怎样？是荣耀尊贵的，是丰盛的。阿们。那么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是照着世界的行情，不是照着这个经济的局势，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。你就是他是荣耀的，他是丰富的，那他赐福你，这怎么赐福的？是照着他的，不是照着你的，也不是照着世界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要安息，你要相信。啥叫安息？安息就是相信他的话，啊，那么他怎么说你怎么信。所以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然后呢，在基督耶稣里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这句话，神的儿女要把这句话抓在你的心里，要把它咀嚼消化吸收，要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如果是这样，在任何时候你都会忧虑担心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。不要说没钱，现在正解决，不要说经济行情不好，不要说我欠一屁股债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你欠一屁股债，你都不能老是说你欠一屁股债，你都应该说我是富足的。你都应该宣告，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要使我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，都充足，都充足。为什么？就是说身体有病一样，你不太能说你一身病，你有病，你有病，能好吗？好不了，是不是？
这个宣告承认神的话，耶稣受鞭伤我得医治，我是健康的。你相信神的话，你思想神的话，你承认神的话，你按照神的话去行动，按照神的话去想象，按照神的话去宣告承认，按照神的话去生活，你会发现疾病就离开你。天父听你，你会发现你就开始健康。欠债的，经济方面上缺乏供应的，也要相信神的话，你要开始思想关注神的话。阿门。再来给你解释，只要你今天晚上把这个抓住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开始蒙福啊。阿门吗？我们来看这里一共有三层意思。第一层，神要照着他荣耀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弟兄姐妹，神赐福你是照着他的爱，照着他的本性，照着他的荣耀，照着他的丰盛，照着他的丰富，不是照着你。这没有说你干得好就赐福你，干得好就不赐福，没有。这没有说你蒙因为他喜悦就赐福你，不蒙他喜悦也不赐福你，也没有。这没有说经济行情好的时候让你也跟着他呀发个小财，经济行情不好谁也没办法，谁也唉声叹气，谁说哎呀这行情不好啊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赐福。亲爱的弟兄，你要看到这个彼得是不是当他在打鱼，打了一整夜都没有打他一条鱼，但是当耶稣让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，彼得说啊，我们厨子们整夜劳力没打到什么，然而依从你的话就下来。那耶稣赐福给他，你会发现他一下网打上来是怎样，拉都拉不动，接下来就叫啊雅各约翰赶紧过来帮忙，他们过来帮忙一起把那个鱼拿上来装了整整的满满的两船。照彼得的行情那根本打不到，彼得是个老渔夫，是个行家，是个专业领袖的，是不是？在这海上加利利海到处打鱼，他啥不懂啊。可是他再是行家，再有专业，可是行情不好啊，所以一整夜啥一条鱼都没打到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耶稣说话的时候，耶稣赐福给他就是照着神荣耀。彼得自己打一船一条也没打到，耶稣赐福给他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赐福给他两船，是不是满满两船？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神是多么的慷慨大方。神创造亚当，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这个随意吃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是不是？你只管吃，慷慨大方的神，你就可以显，就可以看到神是慷慨大方的神，神是赐福你的神，神是一日万金的神。所以你看到亚当是怎样充满供应的在伊甸园里面，同时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时代、以撒的时代，他们都遭遇大饥荒，以亚伯拉罕也遭遇饥荒，他就下到埃及去，是不是？别人都做生意亏本的，去了别的地方都是要饭，但你发现亚伯拉罕下到埃及，当他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金银牲畜极多。下一趟的埃及发一次大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别人经济行情不好，亚伯拉罕为什么？亚伯拉罕为什么金银牲畜极多？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神祝福的应许的。阿门。以撒也是这样，在以撒的时代也是经历大饥荒的时代，以撒本来按照他的想法也要下埃及去，想着啊，亚伯拉罕以前下过埃及，听说在埃及还发了个财，我也去去，看看走走亚伯拉罕的路能不能也去发个财。哪知道神不让他去，是不是？神是做心事的人，不让他去下埃及，
神像台就在基拉尔。不但如此，在那个饥荒的时代，神要赐福以撒，神要对以撒说，你要怎样，要耕种，要撒种，要赐福你。可是你看到在饥荒的时代，谁愿意耕种，愿意撒种啊？人们都怎样，要么就去跑了，去别的地方去了，要么有一点种子都赶紧把它放得好好的，耕种撒种，那不是白浪费粮食吗？浪费种子吗？都是撒下去出不了芽，长不大，长不大就干死了，那还不如自己留着吃的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不是人类正常思维，不是熟世界的思维。熟悉世界的思维，自饥荒年代他是不愿意投资的，是不愿意撒种的，这个钱是不愿意拿出来的，又拿出来就收回来，是不是？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赐福以撒，对以撒说的话，你看到以撒接下来做的事情，他在那里怎样耕种、耕地撒。接下来你看到耶和华赐福以撒，以撒怎样日增月盛，成为大富户。所以你看到，不管是彼得也好，亚伯拉罕也好，以撒也好，甚至亚当也好，他们都是蒙福的。弟兄姐妹，他们如何蒙福？是照着神荣耀的丰富。所以不管经济方面好还是不好，神他赐福于我们都是怎样，不受限制。亚当时代经济方面好得很，是不是？伊甸园长城好不好？好得很，神也赐福他，园中各样树上果子随意吃，明白吗？但是你会发现，接下来亚伯拉罕时代、以撒时代，甚至彼得那个时代，他们的经济环境就不好了。但是虽然他们经济环境不好，也不能拦阻神对他们的赐福，也不能限制神对他们的供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的第一个方面，神荣耀的丰富，神赐福我们是照着他荣耀的。所以不是在乎我的自己，也不是在乎这个世界的经济环境，而在乎神他荣耀的丰富。阿门，好不好？神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赐福，你相信不相信？神叫你撒种耕种，你耕不耕种？在饥荒年代、饥荒时代，神叫你耕种，你耕种不耕种？如果你耕种，你就能怎样日增月盛，成为大富。同样，彼得一夜都没有打着鱼，耶稣叫他下网打鱼，还要怎样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，水深处下网打鱼，要不要开？要不要开到水深处？要不要下？这就是你相信不相信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今天你相不相信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赐福你，相信不相信？你如果相信的话，你手上所做的事情，神就会赐福他，使他倍增。你手上所做的事业就会被加增的。不管经济行情怎么样，神都会加增你，神都会赐福你，神会使你扩张，神会使你加增，神会使你丰富。阿门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神照着他的荣耀丰富。第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今天在新约里面，我们被称为在基督耶稣里？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是专指对基督徒的教导。你记住啊，是专指对基督徒的教导。自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教会不仅仅圣灵降临，教会被建造起来，然后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在基督里的时代。所以你看到保罗书信里面这些充满了真理的启示的真理是在基督里。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是活在基督里呀、啊。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，在基督里你是圣洁的，在基督里你是有智慧的，
在基督里你是健康的，同样这里在基督里你是蒙福的。今天如果你蒙福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你在基督里。你信耶稣吗？你信耶稣你就活在基督里了，所以谁不赐福你不行啊，不赐福你赐福谁呀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一定得赐福，阿们吗？你是他赐福的对象，你是他赐福的目标，所以你活在基督里，这是你配得神赐福的唯一标准。今天还有个姐妹跟我发信息，她说：“田牧师，我们这边的人啊，祷告，每一次祷告好了，都会说一句话：不配的祷告，奉主名求。”他说：“我自从听了你的讲道以后，也看您祷告，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。啊，不配的祷告。那我想问你一样，那我们今天还要不要讲不配的祷告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，你今天活在哪里面？你活在基督里面，你还不配吗？你都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你还不配吗？”耶稣都为你死了，宝血都为你流了，从死里复活了，你还不配吗？如果你不配，你都来不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能来到神的面前，就证明你配。为什么你配？因为耶稣基督。我说你的孩子跟你说话，他会说不配吗？啊，爸爸给我一个香蕉吃吃。不配呀，我不配吃香蕉，求你给我一个。爸爸给我买一件衣服穿。不配呀，不配穿衣服，求你给我一件衣服。爸爸我中午要吃这个排骨啊，糖醋排骨啊，给我预备一个饭菜啊，这个排骨糖醋排骨预备预备。不配呀，我预备。你儿子跟你讲话，每次说不配吗？亲爱的弟兄，这你就看到人习惯于用宗教这种假谦卑、错误的教导害了弟兄姐妹，活在不配呀、必先呐这种感觉里面，认为这样谦卑。其实今天，如果你明白真理，你知道你活在基督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拥有耶稣给你的权柄。当你活在基督里，你用耶稣的权柄，靠耶稣的宝血来祷告，就是耶稣在祷告，你知道吗？耶稣配不配？耶稣是头，以上他身体，头配不配？头配身体就配，头不配身体就不配。你活在基督里，基督配不配？基督配你就配，基督配你也不配。那你要活在基督外面，那是配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我想问问你。你是活在基督里还是活在基督外？如果你活在基督外，你就是不配的；但是你活在基督里，你就是配的。所以，你配得神的爱，配得神的喜悦，配得神的祝福，配得神的医治，配得神的恩典，配得神的供应，配得神的赐福。你配得神给你一切的祝福。阿们。你不配谁配、所以亲爱的兄弟们，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，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，称为后嗣。后嗣是什么意思？后嗣的意思它就是合法的继承者，你拥有继承权，你在法律上你是合法的，你是合法的，你有这个继承权，那么神一切的产业都是你的，你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就能够有合法的权利来继承这些产业。看到没有？你是合法的，你是有权利的，你还不配吗？你家里的房子车子，你家里的所有的产业，谁有权利配？谁有合法？谁有权利来配得继承？不就是你的儿子吗？
是不是？外人他配吗？除非你把遗嘱立下来，这个财产给外人，那才配。是的，听明白？你没有给他没有给他这个权利，他根本不配。如果他要来继承你的产业，那他是不合法的，是不是？法律上通过，他就没有这个权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子孙，他是怎样？他法律上能够通过，他是合法的，然后他就有这个权利来继承这个产业。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与基督同为寇司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承受神的产业。阿门。这就说明一件事，从寇司这个角度说明一件事，我们是合法的，我们是合法的继承人，那么我们就是有权利的，可以承受神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你说配不配？然后律师问一下，你说你配不配？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，天经地义，是不是？还用得着找律师吗？根本不用。所以今天你是神的孩子，你承受神给你的产业，承受神给你的祝福，你所有的祷告都是配的，都是合法的，你有这个权利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天地之间，神和人之间，你是有权柄的，你知道？你是站在这个合法的权柄当中来承受神你的祝福，你配不配？你最配。还有人说：“哈、啊，我们是不配的，耶稣是配的，因为耶稣的配，我们才配。”谁说的？啊，谁说的？如果你要搞清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搞清楚。神的话不是这么讲的，这是人篡改了神的话。如果你不配，耶稣还为你死啊！啊，如果你不配，耶稣还为你舍命流血啊！你以为神脑子有问题啊？啊，神会做一个不配的事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知道，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明一件事，你是配得的，神爱你，哈利路亚，爱到一个地步，连耶稣都愿意为你而舍去啊，连独生子都愿意为你舍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他所造的，你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你身上有他的生命，你身上有他的气息，你身上有他的基因和 DNA。 你的儿子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配的，都配得承受你的产业，阿门吗？我们人类也是如此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是配的，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配得的，阿门吗？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为我们而死，就是因为我们配的。如果我们不配的，耶稣根本不会为我们死，不值得。哪一个人会为不配的东西去付出代价？比如说你家里养个猪，对不对？你会为了猪舍去生命吗？养个狗，你会为狗舍命吗？他就不配你舍命，是不是？凭什么为他舍命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看到，如果是你家里的人呢，不管是你太太、你丈夫还是你孩子出现什么事情，你愿意为他舍命，是不是？因为他配的。今天我们所有的神儿女必须要知道，耶稣配得，阿门，我们也配得，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，阿门吗？我们是神所拯救的，耶稣都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我怎么会不配？今天我活在基督里的，我当然是合法的，我是有权柄的，我是有权利的，我是配得的，阿门。这些不配的、亏欠的、最旧的这些思想、这些意识、这些感觉，都是从魔鬼来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魔鬼能够把这些想法放到你里面，把你拉到这些不配的、亏欠的、可怜的这些罪疚感里面，你就啥也不得。
你就被他蒙蔽，被他欺骗，你的祷告就没有任何信心。亲爱的弟兄，你又开始忧虑，开始担心，你的怀疑，开始没有安全。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对所有神的儿女来说，因为你活在基督里，阿门吗？你就是合法的，你就是有权利的，你就是必得的，这样你才开始有信心啊！这样你开始是怎样有底气啊？这样的话，你才开始你是寄望的享受神给你的一切的供应，阿门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这是第二，在基督。我都是对。第三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你是没有缺乏的，你是有供应的，阿们呢？你必须要知道，这里他就是在讲我们的丰，我们的财务方面上是有供应的，是有供应的。神是怎样？神是乐意赐福给你的神，是愿意他的仆人负责，愿意他的儿女兴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是愿意你充足的，不是愿意你缺的。神喜欢看见你充足的、富足的、丰盛的、兴盛的，一切所需，你要开始要相信，阿门。把这些缺乏的思维啊，贫穷的思维，奉耶稣的名还给魔鬼。你是神的孩子，阿门。是不是？你这要有富足心态，你这要有神儿女蒙福心态，神受产业的心态，你这要有相信一件事，神会赐福你，阿门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啊，我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啊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伸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你的财务上这些祝福增加的，你要看到你这些供应充足的，神的话语多么的好，就是这里他说啊，你们要啊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，所以我们是一个祝福的管道，阿门。你给别人，你又蒙福啊，你撒种就会收割，是不是？耕种就会日增月盛。所以付出就会有回报，有舍就会有得，舍得舍得，不舍不少，舍舍多舍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，神的一个财富的系统，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良性循环。所以这里他说啊，当你们要给人，就会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伸斗，伸斗连摇带按。接下来呢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中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会越发蒙福，越发加增。十足的伸斗，是不是？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中，也就是意味着一件事，你会充足，你会丰盛，你会蒙福，而且怎样？富有留一股，福杯满溢。亲爱的弟兄，这就是神他加增给我们的气，给我们的祝福，这些蒙福都会加增，都会加增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供应当中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开始拥有这样的观念，拥有这样的观念，神是愿意赐福我们的神，神是愿意赐福我们的神。现在就不信，但是这不代表你就天天躺在床上等着神赐福，等着天上掉馅饼，等着天上掉人民币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必须要怎样？我们必须要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你看亚伯拉罕有放羊、放骆驼、放牛，是不是？以撒有耕种、有撒种；彼得有渔船、有撒、有怎样？有下网、有撒、有捕鱼，是不是？
保罗也教导我们要做正经的事业，保罗也知道丈夫做正经的事业。所以神赐福你是怎样赐福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透过你所做的事情来赐福。阿门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当中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和相信神他是赐福我们的神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所说的话，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各方面上都是与神的赐福一致，你就会发现这些祝福越发加增。阿门吗？这是我今天晚上的分享。之后呢，我想为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啊。所以，关于神儿女们，我们在财经上的蒙福，在我们所做的一些事业上的蒙福，你要确实的认识到，神他的计划就是要这样的赐福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你要把它吸收消化，要让它成为你的天国府库的供应。这一集的经文就像钥匙一样，打开天国府库的大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必须让话语建立信心，透过这样的话语呢，来祝福自己，祝福自己的工作，祝福自己的职场，祝福自己所经营的事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福你的家人，你的孩子，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神丰盛的荣耀丰富的祝福啊！不是照着这个世界的行情，也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努力，而是照着神他给我们的赐福。所以你先要带着神给你这样的荣耀丰富的祝福，你是合法的承受这种祝福的这种心态来祷告，然后来相信，之后来行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好。你这样为你的孩子、为你的家人来祝福祷告，也为他们的工作事业来祝福祷告，你会发现越来越好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开始来祷告啊。哈利路亚。好，你说的家人们看阿们明天早上好，谢谢阿爸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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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爸父，赐福所有的宝贵的神的儿女，他们今天来到今天的祷告，我们随时的为了真理的话语，这些应许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开口方言祷告，呼吸来祷告，透过今天晚上所领受的话语，所领受的信息，我们来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做什么的，无论你的孩子是做什么的，无论你的家人是做什么的，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他。按照神的话语来为他祷告，相信神荣耀的丰富，要使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所需用的都丰富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必蒙福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开口啊！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来祷告，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来相信，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在圣灵里面来祷告。感谢天父啊！你需要一个机会，你需要一个资源，你就一定要来祷告啊！你就来祷告。你需要一个工作，你需要一个好的职位，你就要来祷告。你就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，相信神，照着他的荣耀丰富为我们预备。相信神，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。相信神，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，他荣耀的丰富，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。必定让生命中成就。我们一起来开口，哈利路亚！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处境，把你的眼光转向神，就是把你的眼光转向神的话语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根据神的话语来祷告，阿爸父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你，天父爸爸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感谢你允许我们要带来你荣耀的丰富，使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丰富。
今天每一位发挥出来的女人都干净利落，我们都可以创造最高的产业，我们是福人的欢喜快乐不能的感恩，我们都是配得不是合法的，我们都是有承受权利的，可以承受一个美产业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保守，耶稣的新约，我们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是合法的，都是配得的。阿爸父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，来享受你的恩惠，享受你的供应，享受你的祝福。一起来开口祷告，哦，把最高的爸爸爸爸最高的爹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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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得获财的力量来自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！得获财的力量来自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！得获财的力量来自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！神要把得获财的力量加增在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身上，加增在我们的家人身上，加增在我们的孩子身上，就是现在，奉主耶稣的名释放着得获财的力量，奉耶稣名的得获财的恩膏，这财富的力量加增在我们生命中，加增在我们生活中。加在我们生儿女的家庭中，阿爸非常的，哦，非常的，领受，是今天的上手领受，哦，非常的，是今天的上手领受，领受得获财的力量，领受财富的恩膏，神要把这个恩膏的力量加增给你，加增给你和你的家，加增给你和你的孩子，奉耶稣的名加增，就是现在，神荣耀的丰富，要使你所需用的一切，要在基督耶稣里使你所需用一切都。公主啊，就是现在加增，就是现在释放一个好的机会，释放好的工作，释放好的职位，释放出来好的资源，释放出来好的客户，释放出来好的创意灵感，释放出来奉耶稣的名释放出来，哦，爸爸爸的释放出来，临到神的儿女，临到神儿女的家庭，临到艺人的家庭，艺人的居所都是蒙福的，谁要赐福艺人的居所，哦，把最高的祝福领导，祝福现在就发生，哦，爸爸的就是现在，哦，领受，举起的双手领受，神呐，我感谢你，我们中间有做生意的弟兄姐妹，有做开店的、开厂的、开公司的，无论是做什么生意的弟兄姐妹，神呐，你加增给他们，给他们好的机会、好的资源，奉耶稣的名，是照着你荣耀的丰富，不是照着这个世界的行情，要加增赐福给他们，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顺利，都很。风都蒙福，哦，把非高的的赐福就是现在，哦，把爸爸的这些祝福的机会资源就是现在领导，奉命说明我们当中有工作的，要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也都要如此的蒙福，要赐福你所做的一切都顺利，赐福你所做的一切都亨通，赐福你所做的一切都兴盛，都有影响力，真的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就是现在，这些祝福这些力量要加增在神儿女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坦然的领受，欢喜的领受，哦，爸爸非干爸爸爸，我们中间有在找工作的，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家人啊，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，神要给你预备好的工作，因为神是赐福你的神，哈利路亚，神要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要赐福你，神要给你预备的是你所喜欢的工作，神要给你预备的是你要做的工作，你只要愿意开始出去，愿意开始找工作，你相信神赐福你，神必定给你预备，哦，把最高的神必定赐福你，你所做的事业只要是真心的事业，神都会赐福你，使你多多的结果子，使你做的一切都顺利亨通，阿爸非常的神的巴拉菲，谢谢阿爸父，谢谢主耶稣，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当中，如果想要创业的啊，想要做生意的、创业的，想要啊创建自己的事业的弟兄姐妹，神要给你好的机会、好的资源。哈利路亚，神要给你预备的是最好的。要相信你的祷告，在神面前的领受这样的祝福，领受恩典，领受机会，领受资源。相信神给你带领的，是你所喜悦的，是你心中有平安的，是你所爱好所要做的，你所发展的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亨通。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你，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照神的旨意在圣灵里祷告，照着神在财富上、财经上的允许旨意的祝福来祷告，要成就在神儿女身上。
阿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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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哈利路亚，我们已经知道你在我们财经上的应许，也是要我们丰富富足，如同你在我们身体上的应许，是要我们健康医治，是要我们强壮。阿爸父一样，你使我们每一个孩子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都成为啊与你之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得永生，我们得医治，得健康，我们也得富足的兴盛，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，彰显出你的见证，参与你的家，参与你国度的事工的发展。要赐福我们所有的宝贵孩子们，让我们具备这样国度的思维，为神成为忠心的管家，为神成为一个统管财富的人。爸爸，你把这些资源，把这些机会，把这些啊这些啊好的这些啊资源交在你儿女的手中，这是你所放心的，这是你儿女所配得的。因为我们有耶稣的保险，因为我们是合法的，我们是有权利的向你支取这些祝福的。过去很多的时候，他把我们失去了祝福，奉耶稣的现在，我们要站立起来，我们要举起我们双手，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，支持你给我们的祝福和供应。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要祝福所有的孩子的家庭，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越发加倍，罪人是为一人积攒成灾的。奉耶稣的祝福神的儿女越发蒙福兴盛，祝福神的儿女越发加倍，祝福神的儿女越发荣耀尊贵。因为金子银子都是耶和华的，天上的有万山羊都是耶和华的，而这一切万物都已经在基督里都已经赐给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是配得承受这些产业的。阿爸父，赐福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也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顺利亨通，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尽都所需要一切尽都充足，因为你照着你荣耀的丰富，照着你天国的经济行情，照着你天堂的经济行情，一切的富足来赐福加增于我们。只有在地上所活的是活出天国，活出天国天堂的供应和祝福。谢谢天父爸爸，谢谢主耶稣圣灵，圣灵感谢你这一切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灵。